江苏昆山的企业举办环保日活动，邀请慈济志工前来分享回收分类的重要性。身穿绿色背心的企业员工精神抖擞，准备大展身手，要把废弃的垃圾化无用为大用。将废弃物点石成金，变成手工艺品，是昆山这间电子企业员工的初体验。因为保护地球，地球只有一个，地球就是我们的家。保护地球，慈济志工大力响应，特地前来现场分享垃圾分类诀窍，希望可以让环保成为企业重视的社会责任。经过这样子，我们做垃圾资源回收以后，至少是在一个管理范围之内，它环境不会脏乱。那一整段。环保可以净化环境，而净化人心则需要多说好话。60位志工带着近似于海报走上街头，挨家挨户宣传，不仅要讲清楚来意，还得让店家乐意接受。怎么样？对，我们贴在这边，贴在那个门上，贴在那个门上。这个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放心。好，我帮你贴。你看我们这个绿色出行，低碳生活。用诚意缩短距离，用行动净化环境，也净化心灵。地球是我家，环保靠大家。大爱新闻，周尚武志工江苏报道。